哎呦，竟然是奥蒙德！我刚刚完全无声，他应该没有听到我的声音，然后就他不知道从哪来，刚好被我聚到。这个人是在干嘛啊？发呆哦！哇，怎么开一台了？这样没中，这个好像蛮贵的哦。啊，不太会转狙。还在跑，好像要不要当一台嘞？感觉要被当一台了，因为追这个追有点久。正常。噔噔噔噔，OK， 不管他，我们先找这个大卫。撞上墙了，哎呦！
OK， 地下室，送你去地下室。他们现在四个都一挂啦，就是以进度上来讲，我算有点劣势。哎，不对，大卫二挂，以进度上来讲，我算有点小劣势，因为我想要抓大卫，可是大卫不知道跑去哪里，好像在这边。这个敏敏算蛮会玩的，所以追他会有点伤。我看一下追谁。缺一没有，送你下地下室。OK， 然后再去找下一个，那个明明可能会修这台，对。对他跑走了，他往这边跑。不好聚啦，这边我就放弃，我就干脆不聚了，我就直接用锤的啦，因为这个明明不好追，如果硬要用最聚的话，可能会就是被他弄到，就是有点爆炸，大概这种感觉。现在有人凶。没人，没人，怎么可能都没人？我靠，血了！抓到，还想骗呐？还想骗？还想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以为这种骗法，我走路鬼基本功下多少时间在练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骗不到，骗不到。
要救他？不可能，都没人要救。他要等他死掉，然后跳地道吧，那就给他机会吧，给他50/50的机会。没有要救哎、欸，这个人好狠哦。好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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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就是无信仰的电锯，怎么样？我没有信仰，怎么样？差点被他跳到地道，还好我电锯跟的速度够快啊！好，8/5/40，看得出来啦！哇靠，两个红齿轮欸，这干嘛？竟然想要修烂我就对了，看得出来啦，就是没有到很强，正常正常。这一组 ，OK OK， 还行还行。他的双母配蛮，我觉得蛮没什么用的啦。我自己觉得这个电锯的双母配没怎么用，这个可能还有点用，就是可能在跑跑跑看到有人的时候。可是通常空旷地带，大家都会注意到四周，就不太可能像刚那个大卫就是直接被锯一样。所以他双母配其实都还蛮没什么用的，我觉得。